以赛亚书九章六节，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，有一个囝赏赐咱，伊要负担国政，伊的名称做奇妙、无私、全能的上帝、永远伫地的父、和平的仁君。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的中间，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将士为人的耶稣。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，因为唯靠他得救。